修复地板。这个 case 呢是在 downtown，这里有一个木板，本身这是一个洞，然后呢，现在客人处理到这个程度，进行不下去了。然后今天我们过来把这一块呢给它拿掉，然后换一块新的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工作。OK。现在这个旧的呢已经拿掉了，然后开始做新的。现在这个地板呢就修复好了，不错啊。OK。